人在死亡后，身体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看完这条视频，你将不再畏惧死亡。在死亡前五分钟，身体会出现相应的警告，头脑清醒的人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随后逐渐陷入昏迷，并开始失去仅存的意识，直到最后脑电波活动完全停止，死亡降临。在死亡瞬间，你的心脏将不再跳动，大脑和代谢系统也会彻底停止工作，眼珠向上翻起，瞳孔也逐渐发散并变大。死亡十分钟后，全身温度开始急剧降低，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苍白，此过程被称为失冷。同时，人体中的细胞会因缺氧而死亡破裂，细胞内的各种内容物也开始向外泄露。死亡一小时后，你的血管早已不再流通，受重力因素影响，全身血液将下流至最低点，在它沉淀的区域明显会有发黑的迹象，接着就是局部关节开始逐渐变得僵硬，皮肤会出现暗紫色的疤痕，此过程被称为尸僵，一般会持续30个小时左右。至此，曾经活生生的人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死亡五小时后，之前残留在肠道内的细菌开始疯狂繁殖，并逐渐腐蚀你体内的各个器官，最终散发出比臭鸡蛋还要难闻的味道。死亡24小时后，如果外界温度较高，尸体会开始发绿，同时释放大量腐败气体，致使胸腹压力剧增，最终导致体内血液外溢，出现腐败水泡。如果此时未及时进行处理，可能会出现巨人观现象，脸部浮肿，四肢粗壮，甚至还会吸引众多食腐动物前来啃食。死亡3个月后，细菌已经完全腐蚀了你的躯体，并产生令人作呕的气味，大部分组织都已液化，全身骨骼开始逐渐显现。至此，除了脱落的毛发和仅剩下的指甲外，关于你的一切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那么人在死之前会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吗？其实这在科学上很难进行临床性的研究，不过有些从死亡边缘被救回来的人或许有助于帮我们揭开死亡的真相。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了150个濒死体验者的案例之后，发现了一个异常奇妙的现象。根据多数濒死体验者的描述，在即将离开人世的那一瞬间，他们都会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人生中的关键人物，比如父母、爱人、孩子、朋友等等等等。也有人说他们会感觉意识离开躯体，漂浮到了空中，并且还能看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刺眼的圆形洞口，然后就会被不断吸入，而自己逝去的家人则会在洞口迎接。尽管这些调查事实都证实了人死后意识依然存在，但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些现象只不过是人在临死前大脑缺氧产生的幻觉而已。所以在死亡之后，意识是否会去往其他世界，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几千年以来，人类似乎一直都在刻意回避死亡这个话题，但是死亡却是生命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从古至今，无数的人都曾试图找到永生的真相，但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不计其数的普通人，却最终都逃不过死亡的宿命。人生转瞬即逝，只有短短几十年而已，不管是谁，死后都将化为尘埃。虽然我们不愿面对，但死亡却终究会到来，所以生命的终点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去享受其中的过程，活在当下，随遇而安，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尽管科学尚未揭示死亡背后的全部秘密，但它至少告诉我们，无论生死，每一刻的经历和感受都是构成生命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与其恐惧或逃避死亡，不如坦然接受，从而更好地珍惜眼前的时光，活出精彩，活出自我。因为生命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无常。